my brain on. 澎湖湾情侣被建村改造而成的，现在准备发功了，你准备啊？一号，一定是你。阿贝多啦，走完就上天堂了。我看这个硬，干！有没有很有 Discovery 频道的感觉啊？维权。不是说真的，除了行程超紧凑，我们至少也吃到很多好吃的美食。很畅吃，发疯吧！老强在哪里？你知道要红队玩什么吗？澎湖超紧绷一日十景点攻略。强要搭飞机前往澎湖啦！今天下午我们决定什么事都不干，就先去把该吃的美食都吃一轮，为明天的超紧绷做准备。吃饱就回饭店准备大喝一锅。干什么？我们去吃饭吧。好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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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赌行十餐啊，要赌十次才能进去啊。所以里面的格局就是现代化的。其实是你看，我会有哟，叫旧式的眷村的地方。错啊，还有跟一般的饭店不一样。哦，前方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它叫做马公金龟头干台。它可能形状长得像一个龟头，或者是真的乌龟头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那边有一个跨海小桥。前几天，大军，赶快发射引爆弹！现在准备发功了，你准备啊？一号，犀利赶工啊，发功啊！发疯吧！是，我要带他回九零年代，他最好是他跟正常人一样。风真的很大。对，不要穿太宽松的衣服，不然你会飞走。我们住在金龟头旁边的澎湖湾行旅，被建村改造而成的，然后就在笃行十村的正对面。大门有一个防进卡，要感应一下这边，或者是把手伸进去按这边。What？ 好，这就是很人性化的眷村设计，他随便敲。隔壁的房门都有人会开门，眷村就是这么浓浓的人情味。嘿，老婆，眷村的老胡跑来拜访隔壁李阿姨家，还有个眷村的小孩在人家房间吃饼干，掉了满地都是。不穿鞋，不穿鞋子，偶尔会穿。哎呦。刚刚说要灌醉李阿姨的人，三小时后。一是你，一是你。十月啊，东北季风不是开玩笑的，风大了，他妈都是一阵妖风而来啊！然后看到一个清晨就被我挖起来的小强。哇！哦，今天的海象是相当的汹涌啊，因为它几乎是已经要被飞走了。我们赶快离开这里，但是这个桥我们没有机会上去，好可惜哦。以上 TVBS 湖东桥在此报告，哇！救命啦，飞走啦！好，各位看一下这一片防风林哦，他们其实不是原本就长这样，他们不是本来天生就霍金哦，被风吹歪的。我们问一下阿贝，要怎么去天堂路？我送你，我送你。阿贝不好意思，啊，只能走路进去，会走很久吗？我
会走很久吗？十几分钟吧。十几分钟。阿贝，这就是你说的十几分钟哦。谢谢你啊。我靠，走十几分钟，然后再走十几分钟出来。尤其是昨天也喝了不少啤酒。对啊。现在要开始走路。早上五点他妈挖人家起来，不道德啊！我今天我相信下午就会有很多人来这了。这个就是挡路吧？啊！再下去！还是天堂路其实是指我们要走十几分钟这一段，但是地狱路吧。走完就上天堂了，欸，超远呢，欸，哇，这个都是这个如果晚上来应该蛮可怕的，啊，好，我们来访问一下这阿姨好不好？好啦，虽然这附近也没有人可以访问。阿姨，拍摄你多久多久啊？哇！我从十八岁到家到今嘛，我靠！你今嘛几岁？我今嘛十六岁，你起笑。外景节目真的很辛苦。如果各位要做外景的 vlog 的话，建议还是要有一定的限制啊，比方说年龄在32岁以下，要有良好的体魄、强健的身心。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。就是不要十月再来风，风太大了。那就是看看道道有多宽，如果它真的太窄的话，我们还是不能冒着生命危险，因为这是国民应尽的义务啊，是保护自己人身财产的安全，国民应尽的义务，特别是保护好自己的阴茎。小声一声啊，安全第一，好不好？去吧。看一下，真的，真的不行。这不行啊，因为那边风哦。那边风有点大了，我看这个硬，干干干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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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像狗一样扑上去才有用啊！看，我到底在笑而已，不能笑。不是我来，我是来不及开机了，也他妈太好笑了。我们要飞空拍机了。我们估计是飞不起来了，怕会飞走。在这个不知道几级的阵风，飞也是会后悔啊！看看。哇去！我没开机。你开机了吗？我没开机。你看，这是合理的吗？我从来没看到这台空拍机动力这么强，哎。我真的没开机哦，可以看一下，没有灯。我靠，这是风力发电。其实还是蛮漂亮的啦，这里。你看他带我走的什么蛋？妈敢丢！我们到了二坎啦，我们看了很多资料，大部分的 YouTuber 到这里都会特别去吃鱼好生鱼片，那我们想要吃其他在地美食，所以选择了另外一家也有卖新鲜生鱼片的好店。有哎，我有我们有
看到50万元的钞票，记得当时旧台币换新台币是4万比1哦，也就是说拿10万块的旧台币只能换2块半的新台币耶，可以显示当年的通货膨胀有多恐怖。其实这家二坎生鱼店非常有名，特别是它还有一个小卷面线，那真的更是一绝哦。是面茶冰，这面茶冰有加红葱头下去炒，所以有点甜咸甜咸，很特别。到了花砖博物馆，花砖让老屋更显魅力，花砖的点缀也让建筑更有层次，更富色彩哦。但百年前由老屋时搭建的花砖建筑，很多都已经斑驳了。花砖博物馆的存在，让我们看到艺术的价值以及古典的美，我们非常的感谢。马路了，我超值的画面。柱状玄武岩是火山熔岩爆发后遇到海水冷却收缩凝固而成，绝妙的演绎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！我们在摩西分海魁壁山，那现在风还是很大，但是现在它亮了个黄旗。黄旗的意思就是可以下去走，但是要小心。绿旗呢，就是可以直接走，不用太担心。那如果红旗就是禁止走。已经有一群小鬼跑到水里玩了，都穿鲨鱼的拖鞋。等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姐捡到什么。哦，小酒雷，小酒雷，好假，小酒，有小孩快要被风吹走了。不过我跟你说，前面那一块岛啊，感觉很像在我那时候去巴厘岛的那个海神庙。海神庙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大概好像有点这种意味哈、哦。所以那边应该也是有住海神在。玛莎拉蒂。这边有小鱼，石斑鱼。九班，3年9班，黄晴雅小朋友，哎，真的有，谁要螃蟹？好厉害哦！你看黄色鱼抓到螃蟹了，可以吃，可以吃，不要吃多就好。宵夜了，奶油螃蟹。这个风景其实蛮像巴厘岛的海岸。哦，阳光出来了。退潮的时候礁岩露出来了，有没有很有 Discovery 频道的感觉啊？哇塞，哇，光影的辉映。Yeah, I'm about to fade away.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, I feel like it's Monday. Something'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. 你是天蓬元帅，九齿金耙。Such a disgrace.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to this place. You wanna love me? Well then, baby, I have a taste.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. No, you'll never be the same. I don't really wanna hurt you, but I can't control the pain. If you're sticking by my side, maybe we could be okay. Okay, okay. Maybe you could be the change I need today. I promise that I've never felt this way. I really hope that you will choose to stay through all the pain.
千祈唔好信女人，越靓嘅女人就越识呃人。我跟你讲，这边的东西真的好吃。虽然我刚看到这边已经有点担心，但是食材起码现在看起来是新鲜，但是晚一点就不确定。葱肥啊，什么猪肉啊，香肠都很棒，很棒。玉米也我获我女儿赞赏，不错不错。然后它的这间店叫做夏日炭烤，它就在山水沙滩旁边。对，它要定位，因为今天不是假日哦，但是给大家看一下。里面的人潮已经坐满了。我们会选这间的原因是因为它相当相当的新鲜，而且无限畅吃。来到了宜兰光雕，我们来到了澎湖光雕展。这群学生上课一直在饮食啊，这一次超紧绷的一日实习练习生，也谢谢你把我挖起来，我们整整绕了跑了一圈。说真的，除了行程超紧凑，我们至少也吃到很多好吃的美食，下海玩到水，更欣赏到潮间带生态的，而且我们看到很多澎湖的冷风。那当然，因为风大是基本标配，东北季风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说真的，应该要戴全罩式安全帽。两天的澎湖之旅，除了第二天超紧绷的关岛行程之外，其他时间都是。当然是没有，当然没什么时间是清醒的啊，一直在迪士尼，迪士尼。希望明天再来澎湖玩一下，感受一下真正夏日的美好。下次见喽，拜拜。